是自细汉，阮两个人就真好，可是阮古青笑着，人讲花无乱开，姻缘是无错对，阿爹的性命是你上救的，你生来就是阮的恩情啦，以情答应，这是一时间，我无法选择，可是这是一个好办法，才能看出什么人对我用心，这是真心的。加上香雪姑娘，你会当了解人。